小丽满面风尘的，一路上。太难了，我要跟师兄。我一个女儿家进了甜水巷，这事儿要不要告诉师兄呢？那天师叔上朝去了，我只好去找追命师兄，于是就进了甜水巷，见到了李师师姑娘。别生气了，等回了师门。 是什么呀？我就随口问问，可没有这个嘛，暂时保密。不过保证给你一个惊喜，神神秘秘的，要不要放师兄一马呢？那再加两坛桃花雪。 莫笑我老朽无能，许个愿试试。听你朱大，虽是远了些，一路上倒也顺当。听你的声音中，对了，老，当然，包在我们身上。三清山的风景总是这样安闲自在。一路颠簸回来，准把某只小馋猫饿坏了吧？想吃什么口味的点心？马蹄糕还是甘露饼？ 小妹子，听说你去了趟京城，嗨，真的？那唐大哥，你都去过些什么？我走过的桥，可比你……皇上和皇后每日都吃新鲜鲈鱼配猪油饼。俺说的都是实话。嗯，对了，唐大哥，不知道陈伯家的柴刀？那个刀，不就是脆刀吗？ 你回来了，把这桶水泼到打铁台上，就算大功告成。哎呦！嚯，这招厉害，还是为……多谢唐大哥。大妹子，有空再来啊。 好顽皮的风，把师妹的头发都吹乱了。牛卧松高白鹤眠，三清山的风景总是这样安闲自在。朱大娘，这是陈伯托我给您带的柴刀。 最近也不知是……哇，这么……好了，事情都办完了，这就去翠心那儿买桃花雪吧，沿着右边的路经过河边便是。三清山的风景总是这样安闲自在。哎，好好的，怎么跑到水里去了？
寒来暑往，年月如水，桃花雪却总是不变的滋味。鱼儿，鱼儿，快上钩吧！这季节鲈鱼肥美，要是能带两条上山，师父一定高兴。等等，原来你坐在这儿啊，朱大娘正要喊你吃饭呢。哦，看什么呢？树上有什么好东西？没有了，这个风筝是阿卓的，要是拿不下来，阿卓怕冻死太小了。那我来替你想想法子，就是有点没面子。再拖下去，朱大娘该来揪你耳朵了。这是你，就是萝卜蹲，萝卜蹲，萝卜蹲完，白菜蹲，白菜蹲，白菜蹲完，西瓜蹲，西瓜蹲，西瓜蹲完，走累了吗？白菜蹲。你这一路风尘仆仆，白菜回去可得好好歇一歇。白菜蹲完，寒来暑往，年月如水，萝卜蹲，桃花雪却总是不变的滋味。萝卜蹲呀，萝卜蹲，萝卜蹲完，不错呀，白菜蹲都能被你找到。白菜蹲，白菜蹲完，西瓜蹲，江湖上人才辈出，我饶人。三爷，您今天钓上了多少条鱼？不可胜数。不可胜数？那一夕一夕是人为求。哎呀，篓子怎么是空的？原来您在捉弄我。我在师妹三爷莫无当然。是就是，不过该怎么抓呢？我们习武之人抓鱼的姿势，你呀，这鱼肉都焦糊了，要怎么吃？我还能。爷爷钓上鱼肉。爷爷今天没有用鱼饵，还是钓上了大鱼呢，好厉害啊！没有用鱼饵钓鱼，我京城三爷这番话
我知道，是。对了，我知道了。方才提三爷，莫再提，莫不羡黄金雷，不羡白玉杯，不羡朝入省，不羡暮登台，千羡万羡西江水，曾向晋陵城下来。你找的一夕夕是人回求、哎、好好的怎么跑到水里去了？三清山不知何时多了这些，倒很像咱们小时候玩的藏宝游戏。一路颠簸回来，准把某只小长毛饿坏了吧？想吃什么口味的点心？马蹄糕还是甘露饼？哎，好好的，怎么跑到水里去了？桃花雪虽淡，还不是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这就去准备。二位请慢用。这三清山有人来，好久没和师兄一起来喝桃花雪了，要聊点什么吗？对了，师兄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喝酒？那坛就可惜那坛，结果这时候我吓得那回可幸好那天之后你，所以说嘛，你呀，几位客官真是。老婆子，你的酒。好像有人在吵闹，咱们过去看看。酒坛美人那是大，住手！给脸不要脸，我砸！再吃我一火折子！好烫，我的衣服！翠西，你没事吧？月牙，